2.5集是为了补充第二集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刺客教条的世界。弟兄，我担心我们的计划被人发现了，我们不能再见面。你最好在艾尔莫林的手下找到你之前消失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背叛，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我在那棵死掉的柏树附近留了一点钱给你，把钱带着，到大马士革去，躲在那里，等事情平息以后，我再和你联络。至于我不能明知道艾尔莫林继续拒绝让这些人民获得自由，却独自离开这里。新世界正在接近，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恐惧或痛苦的世界，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。你或许认为我太笨了，但是我必须留在马斯亚夫，我会待在村子的中心，在高台上呼吁我的兄弟姐妹。或许我可以让他们听我说话，或许我可以让他们了解。但愿理解之父导引你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也收集完所有的收集要素，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检视它吧。那我们来记录。OK，那这应该是第一个吧？哦，是的，这是所有的情报的总和。啊，第一个情报是透过我想一下，这应该是这好像是扒手任务，对，扒手的一个任务。然后是说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轻易的进入市集，然后再来，这是那个什么，赛跑挑战，啊，我们看赛跑挑战给我们什么资料？OK，好，赛跑挑战似乎给我们是一条逃脱路线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穿过去，然后逃跑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解说。哎，是的，他说发现的话，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啊。就是说，这里会有那个我们当时解救的平民会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逃跑的话，这些平民会帮我们拖住守卫的行动，让我们更好逃脱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，四级中央庭院是个可用路，然后上四级的方法。哦，这是窃听任务时候得到，是说，我们可以从，中间这个凉亭，爬到凉亭顶端，然后借由平台一路跳跳跳，然后穿过屋顶，然后来到这里，所以算是另外一个逃脱路线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，这是威胁。OK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扒手的任务。我们看一下附件。塔米尔弟兄，该要准备另一批货物了。我知道我要求的不是小事，但是请放心，你的奉献会获得报酬。我们至少需要1000人的装备，所以你想要及时运送的话，商人工会的支持非常重要。我相信你知道如何说服他们，也知道如果你需要额外的经费时该去找谁。希望他还没把钱花在另一场奢华的宴会上，等你在艾希拉市集的工作完成时，我们再安排发送给我们的人的事宜。但愿理解之父导引你。好，这似乎，对，就是讲塔米尔需要另外，就是要再送另外一批货物，但是这个 R 是谁呢？OK，好，目前我们大概还不太了解，不过我觉得这个 R 可能是那个罗贝尔。就是我们在那个所罗门圣殿遇到的那个人，就是叫什么罗贝尔萨布哦。好，那我们再试着看看下一项记录。OK，好，似乎剩下记录就是在马斯亚夫的新手任务，所以。大概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调查完毕了。好，
好，那这就大概是今天这一集2.5集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我是有色眼镜 out。